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薰，欢迎收看《电玩宅速配》。原本由 T3 所代理的游戏 iCA Online， 现在要由游戏新干线接手，而且要更名为 iCA 弗兰战记 Online 了。玩家们除了可以原本的资料完整转移，而且不用重头练之外，现在他们在11月下旬也要大改版喽，到时候玩家们就可以玩到最新的内容啦。会怪吗？游戏新干线宣布与韩国 Hanbin Soft 和 T3 Entertainment 合作，取得旗下广受玩家喜爱与支持的 iCA 新世纪，即日起将由游戏新干线接手日后台港澳地区游戏营运规划，并且更名为 iCA 弗兰战记 Online， 预定于10月25日开放游戏伺服器，并且将于11月下旬进行游戏内容大型改版。iCA 弗兰战记 Online 不仅拥有华丽的战斗风格、庞大的剧情任务以及千人国战系统，更重要的特色是玩家能够体验精灵女儿弗兰的养成。不同于一般的宠物系统，弗兰将会随着与玩家的互动而改变外观、声音，并且逐渐成长。可爱的精灵女儿伴随着玩家挑战每一场战役，